暴必有失，是由本而生，非从贪而得也。且不求利而求害，必非人情矣。盖甘穷恶以没事者，君子按修之素心，降福禄而进昌者，上天因才之治矣。人生所向，自有分际，不能未谋。所贪自重自收者，独此方寸的耳。舍而不愚，而空言不耕获，不滋生，宁不同如莽烈烈之暴哉？或曰：暴臣有之，然积德而至于洞天，如导引而至于长生，皆非常人所能。曰：长生不死，非常也。若百岁内之寿，则长矣。大德受命，非常也。若旅顺弥吉，富贵福泽，则长矣。大圣贤，大豪杰可以至非常，时修时见，独不可收束长乎？今夫大富贵之家，其所从出，多犯庸侧漏，引得不妙，而子孙忽食其暴，非必尽圣贤也。须弥登高，见霞灵璧，神各有所及，当其及时，及圣人且多让焉。患心之不坚，无患暴也。或曰：然则无畏而善，与有畏而善，孰佳？曰：无畏者佳矣。虽然，恐戒言无畏，而行善反不利；空言甚高，而实行不至，君子惧焉。且与人为善，不妨是以所获，勉强学问，则得日进。夫所恶于有益者，谓其既报也。既报而不至，待将及焉。若时时刻刻主善为师，退脱不深，劝勤不作，则与刑法四命者其异，何恶于义哉？附录二，立命说。名曰黄乐凡，于童年丧父，老母命弃儒而学医，为可以养身，可以济人，且习一义以成名，而复素心也。后于在此云寺遇一老，修然伟貌，飘飘若仙。与余曰：子是路中人也，明年即进学矣，何不读书与告一步？曰：吾姓孔，云南人也。